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无上甚深微妙法。八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那宝应师净传师本神师啊，各位女士、各位莲友，大家阿弥陀佛。请放掌。咱就接着来讲一节慈悲心啊，念佛门慈悲心来念阿弥陀佛啊。咱就念佛啦，要安怎念才感应方法正确？看咱这个心态啊。顶回讲过啊。用六妙文念佛咯，啊，头下讲用这个无相心念佛，过来讲用这六妙文念佛，后来呢，用讲这个空观念佛门，咱这阵呢，来用这慈悲心来念阿弥陀佛啊，咱这诸佛如来啊，拢是大慈大悲。叫做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啊！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啊！这个无缘大慈啊，什么叫做无缘大慈？什么叫做同体大悲啊？无缘大慈啊，啥是无缘大慈？哪讲啊？什么是佛心？佛心加大慈悲心呀！啊！无观无量寿经来对安尼讲，讲什么叫做佛心？就是大慈悲心叫做佛心，哈、啊。所以咱念佛的人啊，一定要大慈大悲的心，甲一般的众生凡夫大不相同，哈、啊。咱虽然唔是佛，但是咱总是要有慈悲心，要念佛才会感应啊。什么叫做无缘大慈啊？无缘大慈，这是缘者，缘者就是条件、条件啊，条件啊。这缘啊，讲个白啊，就是条件意思。无缘大慈，无条件啊。这慈悲啊，就八苦一乐啊，主家不众生之苦，悲家以众生之乐啊。咱常在带出啊，这是不一切众生的苦难啊，悲家啊和众生一切快乐，这个叫慈悲哦。啊，这个慈悲，咱甲不甲众生不苦，是不是爱讲条件？咱这社会啊，叫做功利主义，啊，现在这社会啊，功利主义真重啊，动不动拢爱讲条件，啊，我看相对观完。他对一切这些人拢总爱讲条件啊，所以啊，那讲到条件，代志足歹做。讲到条件爱谈啊，谈条件啊，可比咱来讲啊，咱有看到来讲，哎，垃圾的问题遮济，而且垃圾都在都咱家己制造出来。每一个家庭拢会制造垃圾，咱的心垃圾就制造垃圾了，垃圾制造愈多，心愈垃圾了。
阿弥陀佛，我们最久的哦。啊，就把金乌派路说错了，可能可能车在拉萨掉啊，啊，另外拉萨唔是跟他车掉都都晒的啊。佢讲啊，就把咱台湾啊，拢创个烟霾啊，创个烟霾啊，骨坑啦，就对山呢啦，山坑啊，个吞吞啊，那个砍掉个烟霾，安尼有较劲无？实在安尼无较劲。因为这垃圾真多类啊，有的会烂，有的就未烂哦。啊，所以讲呢，最好的垃圾啦，爱个焚化炉，爱分门别类。这垃圾爱分门别类呢，玻璃类的爱分几个，啊，金银铜铁的分几类。做瓦类分贵嘞，塑胶分贵咯，一定爱分类。这垃圾那无分类啊，愈制作就愈沙，愈垃圾会混乱啊。所以啊，这政府啊，那环保要做好，一定这街头巷尾啊，爱做一个分类的垃圾箱。按照这分类都受伤，虽然我们是官员，我们是读环保的，但是一定按来做。爱教一切众生呢，教一切百姓呢，你要去这垃圾去里头，爱都出现分类。去个地玻璃缸啊，啊玻璃缸啊啦，玻璃爱放多少位？金银铜铁爱放多少位？塑胶放多少位？纸类爱放多少位？一日想，一日想。啊，垃圾箱，拢装集做伙，拢装坑底下，啊，即摆垃圾出来，伊唔免像安尼遮艰苦，一日一日落，直直等垃圾，迄个无分类个，你等等遐嘛无效，啊，伊对即垃圾箱遮呢拖啊，啥物款类拖多，一啥物款来拖多个，伊即摆去个火化厂里头，只好做做些代志。即摆你看哦，即摆哦，啰嗦一个济哦，阴霾所在一个无哦，变怎爱去焚化厂？即摆去焚化厂哦，啊，我要去到园林，园林的百姓都抗议哦，抗议，唔好做，啊，唔好做，安怎爱讲条件？你做到园林哦，你要回归哦，啊，安怎都安怎，大家讲条件。所以这块呢，政府无慈悲，百姓嘛无慈悲啦。实在讲，你无教育啊，无教育要安怎叫众生会接受？啊，众生无接受，就是唔办啦，怒气啊，啊，互相，大家拢讲条件，讲条件都唔是慈悲哦。啊，你要把众生的苦。要拔将先靠未使讲条件，要拔将要拔百姓的靠，要拔百姓靠啊！真正你这钱嘛是要百姓扣起啊！啊，即摆扣起来就无够钱啊！啥物要啥物钱落？啥物清洁捐啊？啥物捐啊？啊，付的罪呢？付的罪呢？倒位啊！啊，那就有这款代志哈。但这样对下骹做起开始讲条件，即摆我要做一条路，啊，要做一个什么大工程，啊，爱讲回扣、讲东、讲西，这种讲条件，讲条件真正做出来代志就未圆满，品质就会差，就未圆满，啊，所以啊，一般社会上也好。啊，讲越愈讲条件，越愈做袂好势。啊，世间法如此，出世间法也同款。出世间法，你若处处讲条件，啊，这都唔是出世间法。可比一日来讲，啊，咱只新闻，我咧新闻看啦，
啊，因为我冇敢参加东参加西，咱连什么冇办，可以办一个水陆学会，新闻看足多篇的。当时我一个寺要做一个水陆法会，哎，做我一个啊，什么堂要做一个水陆法会，什么水陆头的人百五万哦，啊，什么什么伊内堂外堂，啊，什么什么大庄大庄头大庄里，什么庄是加这边清足的，哦，百五万，哦，百三万，哦，百二万，哦，一百万。啊，后八十万，家你分文俾你作者，啊，最后的三挂之三来等我，这挂等我这，这啊，隆重，这叫做条件，这个条件，这条件就唔是大主，啊，你不众生的苦，你讲条件，啊，所以。咱有智慧啊，有智慧的佛教徒啊，啊，咱爱晓知影啥叫大慈大悲，爱知。有相应的所在，咱爱扶持；无相应的所在，咱爱远离。啊，唔好盲从，唔好附和。啊。咱若盲从附和，咱就不是真实的佛教徒啊。叫做佛教内底外道，哈、啊，佛门里面的外道啊。真正现在你看台湾，虽然佛教这么时兴啊，但是专是佛教内底外道啊。做的无计划，去随喜的人嘛无计划。啊，所以讲起来令人痛心啊，令人痛心。这佛法啦，唔是用人情，唔是用人情来做代志哦。佛法啦，嘛唔是无讲人情，但是这人情是超乎人情。啊，刚才讲智慧，讲慈悲，讲感恩，啊。讲平等啊，佛教内底真正上平等，所以咱也有智慧的佛教徒，咱就才会知，就爱看啊。所以讲啊，什么叫做无缘啊？去缘者啊，无缘大处去缘就是条件。可比讲这张车啊，啊，这条车啊，这个鱼啊，给整落。这个鱼啊，甲种落呀，爱有条件，无条件这鱼啊，伊就会死去。可以讲有水咯，有水分咯，有肥料咯，啊，有温度咯。啊，这水分、肥料、温度，这拢叫做条件，这叫做缘。有因有缘啊，伊只地位就大涨。啊，这地位大涨。啊，是安怎来讲无缘呢？这无缘啊，无条件，佛的救难啊，无条件，所以个世间法就无共款的吃。啊，佮阿弥陀佛来度难，伊毋是甲咱讲条件，系无？你只要要念我的名，你念我的名，你就我的缘。啊，就我的缘，你无念我的名，无念我的名，你就无入我的缘，无入我的缘，甲我就未相应。啊，在这佛法内底讲相应法，啊，讲因缘，讲相应。啊，甲咱这世间啊，这款的无共款啊。讲相应啊，你可以讲，咱念阿弥陀佛，咱念其他是安怎辛苦硬硬，真济人哦，死去未软哦，啊，讲咱念观世音菩萨辛苦会软无？咱念大势至菩萨白白来给咱带去，辛苦会软无？
念地藏菩萨辛苦的软吗？我咧甲想，真可能辛苦袂软。你家念一定硬硬，现在家念的辛苦硬硬，平平都去极乐世界啊！观世音菩萨唔要当恁极乐世界，因为观世音菩萨无一个愿讲啊！你若念我的名，我用光明甲你照啊，照着心心的柔软胜过天人，无这款愿啊！无这款愿啊！你家念啊，伊就是无这款，无这款缘。无这款缘，无这款缘的时阵啊，你就未软。过年时往生极乐世界，你作善心的时阵啊，观世音菩萨咪现前来给你度。但是一软未软啊，唔是观世音菩萨的问题，是咱众生，因为伊都无这个条件给咱。啊，过了咱念阿弥陀佛，一人想来辛苦来，软面的红牙出一笑。因为啊，伊有这个缘好难。伊讲你念我的名号，不但我要甲你接哦，我还阁用光明甲你照。即摆我用这光明甲你照落啊，心心柔软胜过天人。但是阿弥陀佛好难的缘真简单，你甲伊念伊的名号，唔是讲啊，唔是讲金钱的，唔是用分别心讲金钱的。只有啊，你入伊个缘，哈、啊，因为这佛的道人啊，我不是讲有三种方式，一种是口说十字部经，众生总是迷，你个功会干我，啊，过来呢，用伊个心相道人，先啊用心相个道人，因为这心相啊，你看会起恭敬心，会起欢喜心。这个恭敬心、欢喜心嘛，你都是入佛的缘啊！啊，过来用伊名号度人，伊个名号啊，你念就是入伊个缘，因为佛的名号有无量的功德啊。但是呢，什么叫做无缘呢？无缘大处呢，伊就是无一个分别，讲你是啥人，你是多一多的啊，你是多的多位。这多的多位，多一多的，这就是世间。啊，咱就世间教讲，你多的多，有时间，有空间。啊，门拜佛归佛，啊，佛菩萨啊，十方世界任我游，无讲伊多的多，啊，无讲有做事来，伊们可用极乐世界有门拜佛无？极乐世界无门拜佛，极乐世界无去大安街十三号无，啊。用中无，无像咱家一条街一个名啊，一间厝一个号码，无迄啦啊。所以呢，这叫做无缘大处啊。要拔众生的苦啊，只要你改念，可以讲观世音菩萨你改念，伊就闻声救苦啊。你改念哦，观世音菩萨，我都要足艰苦的，我安怎吼？啊，你改念，伊就闻声去苦，甲你感应。啊，你爱真实的心，爱虔诚的心，啊，所以忽然伊啊当下就来甲你救度，啊，所以咱甲一切众生啊，同款，咱该学佛啦，爱学佛的大慈悲心哦。啊，唔通甲众生讲条件，所以咱练车就是安尼，咱练车去共做念，是安怎歹讲条件？迄个恶佛，恶佛的无缘大处啊！什么是动体大悲呢？咱这动体大悲啊，就是娱乐，或者众生啊啊得到快乐啊，苦甲拔掉啊，啊乐过好伊。啊，可以讲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拔咱的苦啊，咱在这念伊的名号，念伊的名号，叫做说有咱的莲花，将来啊，咱往生极乐世界啊，拔咱这娑婆世界啊，一切苦难的众生之苦，
众生足艰苦诶，甲咱拔掉。啊，贪嗔痴慢疑在这边是水咯啊，见思遐精彩啊，咱伫遮呢拢麻白，足痛苦，生老病死之苦啊。伊呢，咱该念，伊甲咱拔这苦拢总无条件。哈、啊，只要你入，你念伊个佛，入伊个缘，伊总甲你度。即摆度起极乐世界时阵啊，互你一切快乐，啊，互你一切快乐。佢讲互你智慧咯，互你无量的寿命咯，互你光明咯，互你神通咯，互你辩才咯，一切一切啊，你拢总记着。伊个原来地理，伊拢总发出来。你去个伊个叫啥？就是拢总聚焦。啊，所以你不但个你不可过娱乐，过好你快乐。啊，所以讲咱啊，众生啊，咱啊要学佛啦，爱读些学起哦。啊，可以讲咱去讲照亮。咱个做人是安怎？托你别讲结缘，落用断解结缘。像那佛像才能扎个四趴的那点拢拢扎，这是娱乐啊！你要叫传家，可能伊嘛真歹传啦，也嘛爱开足侪钱啦。啊，咱归去咱个传遍遍，啊来拢解结缘啊，或者众生啊，得到真大的快乐啊！咱伫遮虽然无头众生快乐，咱做会到的范围来做，啊，做会到范围来做。所以讲这啊，咱来一步一步看，学久啊，是咱这款心态就会建立起来。啊，学久心态，咱有偌济力，咱就做偌济代志。啊，讲有人问我，师啊，你这录音带唔免钱的，我讲唔免，哎呦，太好。哈哈哈！也好，哎，我讲，你快乐啊，你听着你欢喜啊，啊，啊，我来使随意哦，随意会使的呀，啊，随意我唔是跟你讲条件呀，啊，唔是讲你家听一出爱我几钱呀，唔免，啊，你要随意有在你，啊，一百两百三千五千，啊，三五万五万，然后一百万两百有在你，啊，你出我借我借功德，啊。随缘，随缘啊！所以咱学佛啦，就是从这开始学啊，就会学到佛的大慈大悲的心啊！啊，咱用这款心来念阿弥陀佛，一定跟阿弥陀佛相应啊！咱看众生啊，拢足可怜的啊！大家众生啊，有学佛。伊心开开，心开开，开袂伫这个烦恼内底的痛苦。虽然嘛是同款真济烦恼，但是伊心看开开。重要代志来，还是病苦来，哈、啊，伊家己拢想会开。假使讲那无合乎的人，那有一个遭遇来，伊真正足痛苦，啊。啊！因为咱看了众生的苦呢，咱爱发大慈悲心，哈、啊！爱发大慈悲心，爱拔一切众生的苦和一切众生的乐，哈、啊所以这慈悲啊，唔是干那个讲，一定爱去履行，爱去做。啊，要安怎做？对咱做会到的范围来先做。所以海人不是在提倡这样临终的关怀。啊，临终前的关怀，甲临终后的助念，即我咧个想，大家若要发心，拢做会到，一定做会到的，无一个做袂到，要做甲唔做呢？来讲关怀，啊，来讲关怀啊，是在出一个工，出一支嘴，出一点心，安尼呢？啊，阿边和你个就是呐，劳心苦尽，啊，免乎你啊，啊，出真济力咯，啊，开真济钱咯，啊，免，哈，啊，你该关怀，哈，伊这苦，
遇到的消息，啊，这苦都咱拔掉去哦。虽然咱无迄能力，咱照顾菩萨的难啊。啊！阿佛菩萨要咱照啊，又安尼讲啊，啊，佮伊讲大悲咒啊，咱改念都安怎好，都安怎好，咱都改念啊，创完大悲咒做回念啊，内底都安尼讲，咱安尼做。啊，念一声或者消灭了一个的生死当罪啊，咱就来改念啊，劝伊甲咱念啊，咱念能够回向给伊啊，即拢会拔苦，也拢会得乐啊。嗯，所以呢，这无缘大处啊，就是动体大悲啊。什么叫做动体？什么动体？都叫悲，就是讲啊，娱乐。啊，啥叫动体？一切众生啊，那一体性共同感情的体性，同一个体性啊，众生同感情的体性哦，心和众生啊，三无差别。众生的心跟佛的心拢无差别，这个心性啊，以这体来讲啊，拢无差别啊。所以啊，古代的就安尼讲，诸佛啊，乃我众生心内诸佛。咱这个佛啊，什么是佛？伊就是啊，伊本来嘛是众生哦，但是伊干我。啊，干我了后啊，伊就变作诸佛，都唔是众生啊。所以讲诸佛啦，就是啊，干我众生心内的诸佛啊。啊，啥物是众生呢？众生乃未诸佛心内众生。啥物叫众生？咱就是未佛心内众生。安怎讲呢？因为咱众生嘛有佛性啊。啊，咱众生有佛性，有佛性啊，咱去甲灭啊。咱众生这点心，佛看咱是未来佛啦。啊，咱这点心甲佛同款啊，嘛是佛心啊。啊，所以咱众生呢，想到都众生灭啦，灭佛心来，佛是干啊，啊，灭掉这干我的这点心，就叫做众生。什么叫做佛？佛啊，就是感悟未忘的这点，感悟到，感悟到未忘的这点心，就是叫做佛。所以佛跟众生差的大，差的未感悟。所以佛呢，就是感悟的众生啊，讲开病都安尼啦。佛就是感悟的众生，众生呢，就是未佛的众生。啊，咱的众生啊，未忘。对跟这点心唔在，啊，所以众生乃未佛心来的众生，这个叫做知，看下有啊，众生乃迷之佛心内之众生，啊，诸佛呢乃悟众生心内之诸佛，啊，诸佛啦在感悟众生心内，诸佛也就是讲啊。这点心，心和众生三无差别。那净掉，净掉咱本来的那个这点心，就叫做诸佛；无净掉，迷迷糊糊的叫做众生。啊，来头前这两句哦。所以讲啊，众生跟咱拢感情的体，哈、啊，诸佛啦，心内众生啊，定定极乐，哈、啊，佛呢？咱这佛啊，伊就感悟众生心，所以讲呢，伊看一切拢种极乐。啊，咱众生呢，啊，心内诸佛啦，念念正经。假使讲咱众生，咱也常这念心甲佛同款，啊，咱也要安尼来念阿弥陀佛。安尼诸佛就伫咱众生的心中，安尼念念呢，你就去证着咱这个真相、真如本性。啊，所以咱这点心要开显，盖着你以后要念佛，不要要念佛，因为佛在觉呀，你达念拢是觉性，拢是圆满清净的觉性。啊，所以咱念这念佛呢，
咱甲佛人并无差别。咱念这念佛呢，佛都伫咱众生的心中。佛念念众生呢，众生都伫佛的心内，其实互相拢总相想起。所以讲，咱念佛呢，顶顶拢变极乐，念念呢，拢总会证着真如本性这念心。啊，所以咱这念佛啊，真特别真好，就是安尼。啊，你虽然大经济真歹，大真简陋，但是你这念心真清净。啊，我捌去讲念一个人，伫个山顶坡讲念一个啊，这查某人八十外岁啊。那就八十三岁，是八十七岁，八十三岁。但这个人，这查某人呢，这世人啊，也是讲足痛苦的啊。这查某人啊，平时啊，开卡破身，开卡破身，这个啊，残废人，开卡破身。啊！这开卡破成这阿婆啊，生一个高见，这高见我哩个想，是鬼魂入心的款，啊，鬼魂入心的款，啊！啊！这个后生啊，娶一个新妇啊，可能嘛是安尼，那娶初代这款型的款，所以生这囝呢，啊，赶快弄安尼。无讲真正讲拢安尼戆戆安尼，啊生两个后生，一个呢有咧学佛啊戆戆，啊伊要念阿弥陀佛，啊讲话未清楚，啊要过一个呢较无学佛，我去甲伊做念的时啊，内底拢甲伊杀尽，啊真正内底有够简陋的，细细经啊尔，拢无修无塔，啊啊。迄老阿厝啊，湿湿净啊，啊，爱家己个大啊，将这个楼梯这天花板啊，这楼梯伊唔是顶天花板，就像这款叫做啥呀？叫做啥物板啊？啊，地板，地板啊，将这地板啊，搁个弄空起嚟呢，搁个你搁弄一空起嚟呢，啊。嗯，啊，这老板啊，像这老板啊，伊个两，伊个去讲咧，去老啊，明天个去老，啊，这老板跟你弄看，跟你做楼梯去的呢，啊，给呢，啊，你个个安尼，个苦个个弄入去安尼，啊，真简陋啦，啊，来这时安尼垃圾里路，就去你个面顶改杀菌，你无小心就扔倒落来，啊，我旁个大杯做水也改杀菌。就是我哋因那个后生，拢穿个 T T， 跟他穿一件三角裤穿掉了呢，佮穿一件红的三角裤，啊，辛苦拢穿个 T T， 啊，挂一条念珠，比身份证书迄条佫较大条，顶个正落来，啊，伊个内底全酒味，啊，佮咧薄槟榔，啊，内底拢菜心。啊，挂念珠一条念珠足大条的，啊，下里下去，啊，这老查某人啊，伊虽然真艰苦，但是伊拢在念阿弥陀佛，多伫眠床里，多伫眠床拢未叮当啊，多伫眠床，啊，我甲伊看，伊多伫眠床。眠床的边啊呢，也有瓦斯炉，有东有西。可能伊要食啥，拢爱家己传。遐囝儿、遐新妇，一个囝儿、一个新妇，啊，这两个孙，可能也拢无在了谋生的款，拢伫个辛苦边。啊，这老头人看是业障重，唔过我咧个看，心境清净。清净清净啊！呀，我听了后，去改开始，去改开始呀，拢未像遐讲话，但是也够足清楚的。
有个正切，我看着真足清楚的。你甲讲啥，伊拢知。啊，啊病个特别死去啊。啊，啊该开始该念佛啊，你拢该杀尽。了后，我去用半暝去，还用着死去啊。啊，了我开始死，我着去约回车就坐等，去用着死去啊。意思那在要等，在咧等师傅去一关。哎，该念，该做念，该开始。真正这十个人啊，有够痛苦的啊！但是这痛苦到底这简陋的所在，不然伊心真清净哦，有这念佛咯啊，伊这心内亲像极乐世界咁款哦。虽然带伫这款呢啊，用现在人来看，这款呢真正比出生的大。都过较痛苦的所在，不过我看伊啊，那阵真快乐安尼哦。啊，这个虽然是我不转的查甫人哦，哎，平时有难的时阵拖你一卡，拖你啊，即摆无人拖你个，伊咪还在拖你一卡，拖你一卡啊，趁来的饲一机会人，八十外岁啊，拖你一卡啊，趁饲一机会人。死去啊！因为我等下联系，我怎样接的单师傅呢？我就搁卡电话去。我讲我去个开始个查某人，那死去吼，恁三中恁这十方念佛堂啊，念佛会啊，十方共修会这样呢，恁这联络爱大家出钱。爱改到做些丧事，吼、哦！那看啊，恁大家生意也那无够的，你甲讲我有利安呢？这恁大家爱去甲道歉大姐，我卡定咧，甲迄个聊天室讲，伊聊天室讲，输啊，唔免啦，人这老查某人哦，还佫存六十万，拖你一卡，开卡破相哦，拖你一卡哦。奇迹给回人还存六十万，所以在这个家里就可以看起来真正我们念佛的人这个心啊，这个心态啊，真正真清净，无这痛苦的烦恼啊。要一般的人只有老人家老人心不老这两个孙，我看你就没在这做工作了，还是八十多岁，还是一个五不转的人，开卡破身的人。但你看这人，这十个人真虔诚的念阿弥陀佛，哪走哪念佛啊，无人奉书伊嘛家己来啊，所以乎恁看到，无传恁去，恁若传恁去看看，你都会足感叹的哦，你都会精进哦。咱亲像活伫这极乐世界同款哦，那个这个查某人比起来，那天堂了哦啊！所以讲呢，诸佛心内众生者，咱都会顶顶极乐。也就是讲，咱虽然众生，咱也要念阿弥陀佛，安尼呢，咱处处都是极乐。所以我们要安怎啊？这跟这念心的相应呢？你去个大龙爱念阿弥陀佛，你去个天南地北，无论去到叨样，你就你该念阿弥陀佛，达位都是极乐。唔是讲啊，台湾安怎唔好，要来移民，要来多位啊？你那边要念佛啦，你去个天堂嘛，烧香啦，因为嘛无断烦恼啊，就是你生个第二辈上天啦，回向佛，回向天。你烦恼无断，你不要要念佛啦。死到互相去照相啊，对落来，无人去极乐世界。假使讲咱也要处处念阿弥陀佛，咱就是祝福心内众生，将来呢，咱往生极乐世界。所以呢，处处就是极乐。众生心内祝福者，念念的精进。因为佛啊，伊就是证着真相的道理，伊证着真相的道理，
所以啊，咱哪要念阿弥陀佛啊？咱就是啊，阿弥陀心来众生，将来个极乐世界，咱的正的就真如本性，就个佛性相啊。所以呢，弥陀啊，正我心，我心就弥陀。这是我者，那用小的解释就是讲我啊，弥陀就是我心，我心就是弥陀。我那念佛啦，阿弥陀就是我的心中，啊，我的心中就是阿弥陀佛啊。所以你这点心啊，无念佛，你都不是佛心啊，都不是是心，作佛是心是佛。咱这点心啊，来念佛，咱这点心就是佛心，就是做佛的心。你念弥陀，你这点心就是跟阿弥陀同款啊。阿弥陀念咱，咱就是在阿弥陀的心中。所以一切众生啊，拢是诸佛心来众生。咱乃烦恼等啊，众生要个念阿弥陀佛呢？啊，阿弥陀就是咱众生心中。并无离开咱哦，啊，所以咱啊要学佛呢，赶快啊，等这人个阿弥陀，等那人嘛个阿弥陀佛啊，破病那个关怀嘛，该念佛，死去去个引导嘛，该念阿弥陀佛哈。所以讲呢，这就是学着佛的慈悲哦啊，未记念时啊，早已成就。采机念，采机心念啊，啊，即便完成啊。未机念时啊，早已成就，因为咱拢有佛性啊，一切众生拢有佛性啊。咱无念佛，咱拢总有佛性，咱就无数劫以来啊，这佛性并无消失咯，并无消失，是无众生三无差别啦啊。佛性大家拢伫咧，啊，拢完完满满、清清净净，啊，采机念时啊，啊，即便完成，咱即摆哦，伊本来伊就成就诶物件，你即摆个啊，开始个念阿弥陀佛，伊就会完成。可比讲咱念阿弥陀，叫做世界七宝的八功德水，都是对咱诶莲花。所以你个念，助咱的莲花，含咱的名就写伫遐。啊，是安怎咱念会有一类莲花呢？因为咱甲佛共款有佛性啊，啊，诸佛拢嘛莲花化身啊，菩萨拢嘛莲花化身啊。啊，咱敢无莲花，咱嘛有啊，但是咱未好念啊，无念你，伊做这些啦，无念咱就无一类莲花哦。虽然有来讲，就无成就啊。啊，你看诶，这是呐，为毛结晶来滴啊？啊，人讲世尊人个诸佛世界拢遐尼清净庄严，啊，咱个娑婆世界咧叫垃圾，啊，但是伫佛的心目中，头是垃圾的呢。啊，伊讲老，你看卖哦，吼，佛祖用这大无畏做这大地一界温纳内哦，规个大地拢共款个叫做世界，共款黄金为地。树啊，拢变做七重南村、七重罗网、七重杭树，一切众生，大家卡大莲花，所有众生拢一堆莲花，啊！啊，咱迄个时阵，大家拢有莲花，啊，即摆太拢无去，加一卡啊，那一个，无运的时阵，一个救起来的时阵，你又搁恢复一土为地哦。啊，同款这款树啊，啊，这种种又搁卡无莲花去哦。啊，是安怎啊？佛祖就闻到有这莲花呢，有这个黄金为地呢，遐清净庄严呢。啊，这是咱这点心啊，够佛感款，够佛感款啊，早就成就，因为众生拢有佛性。咱这边要念呢，咱这堆莲花就显现，就无乎咱的迷惘砍掉的。啊，无咱的贪嗔痴，无咱的脾气砍掉的，
啊，所以讲咱随念，随时念，才念呢，咱叫啥做咱的莲花。你念念这条莲花就完成。噶咱临命命中，阿弥陀佛，咱将极乐世界，哈，噶咱莲花化身，所以这叫做感应度高。那个甘度高，随念随时啊，完成咱往生极乐世界一切一切，一切条件哦，伊就给咱成就哦，啊，莲花咯，光明咯，智慧咯，渐渐就给咱形成，啊，所以讲这，觉悟的感应就是这款道理啊。所以说咱念佛的人啊，何不当观？啊，念佛人何不当观？所以咱啊，变作度化众生呢，随这个缘分，卖跟人讲条件啊，随缘，这叫做无缘大处啊。缘那个咱家啊，缘那个咱道，何况今日要讲念佛啊，卡等于来吃，安尼就缘到。这个人具足条件，具足。好难多的恩恨，积积好福多的恩恨，安尼咱无条件爱来去，啊，随这个缘，所以咱呐随缘度化一切众生啊，你都无挂无虑，未去强求，未强求，哈，那咱啊安尼做呢，用安尼来念佛呢，啊，咱对啊。有这大慈悲心，所以这大慈悲心嘛，大慈大悲的心嘛，佛想那要成佛，无众生伊就无要成佛啦。有众生啊，伊就有佛；有无量的众生，就无量的佛。啊，因为佛就是要度众生，要拔一切众生苦，以一切众生的乐。哈，成佛啦，这叫做大慈悲心。所以咱嘛是同款，啊，咱今日往生极乐世界的人，啊，学到这净土法门的人，咱要按依这大慈悲心来念佛呢，咱会使个观想，思啊，就是讲缘来个咱家，咱就来个度化，这叫做思想，啊，来个咱请，有这个缘教咱来来去，这思想。以你来讲呢，咱当咱念佛的时阵。因为众生跟咱是一体，咱来观想十方的众生，唔是跟咱这个世界呢，无量无边的世界，啊，一切虚空中一切因缘会，一切世界所有众生，拢跟咱的念阿弥陀佛，拢跟咱的念，咱的拜佛的时，观想这众生拢跟咱的拜佛，而咱代替这众生的拜佛。咱咧念佛的时呐，即系众生拢跟咱咧念佛，咱代替即系众生咧念阿弥陀佛，拢蒙受到阿弥陀的接引，拢总是接佛的因缘，拢总是接佛的缘起，啊，咱来用这款心态来念佛啦，哪里讲未感应呢？一定作相应的，啊，因为你这款心就是佛心嘛，啊。啊！以一切众生的苦做你的苦啊，以一切众生的乐做你的乐啊。啊，那呢？你用这款心态来念佛呢，一定跟佛作相应。所以，咱念佛啦，咱成就啊，不是咱一个成就，大家成就，同体大悲，无缘大慈，同证菩提啊，同证互惠啊。同成何道？所以人咧给咱拜啊，祖先啊咧讲这呢，啊同成啊，你这啊，人给咱顶礼哦，啊同成何道？啊同证菩提，这个大悲心嘛，啊，人拜咱，咱来讲，咱拜佛做嘛是安尼想，一切众生拢同成何道，拢给咱赶快的拜佛，拢蒙受佛给咱度化，啊。所以咱处处呢，也要为众生啊，处处行了众生，处处为众生，这块呢，跟着用大慈悲心的念阿弥陀佛。
但是有的人哦，用感情，安怎用感情呢？啊，即摆想到众生苦，伊就哭哦。足济人是安尼，啊，有的人拜佛哭个妈妈叫，即款嘞，约翰阿伯彻底知影，知影这是慈悲心的大位啊！啊，也唔知，啊，嗯，咱诸佛如来名念众生，如母一主啦。十方诸佛念咱众生，亲像老母的念囝咁款，啊，嗯，因为咱啊，啊，这世间啊有这母子啊，这老母的疼囝，我那个形容天性，啊，这囝较安怎歹？伊无人嫌讲我这囝真歹，拢讲我这囝足水足缘投的。啊，那查某囝，我这查某囝真水啦。啊，那后生，我这查某囝，我这后生足缘投的哦，未嫌囝歹，未嫌囝缺事哦，开卡破相嘛，讲我这囝上好哦。啊，你看我要记得啊，迄某安罗遐尼歹哦。那哎，面貌会丑陋，面貌会丑陋啊，生也一差哦。皮肤的粗糙、类树皮哦，头毛发硬直哦，等于马尾哦。但是，迄摩尼夫人听个那名哩哦，伊也未想讲伊摩安罗很歹哦。啊，这佛这父母听见之处，佛听咱嘛是之处，因为佛无分别心嘛，拢解动心佛众生三无才解共一体啊，伊才会去嫌咱呢。所以讲，伊唔得要甲咱莲花化身，莲花化身了后，啊、哦，心相拢无差别咯，啊，拢种啊，啊，希望世界咧最美妙的哦，啊，所以讲啊，这佛就是在慈悲，啊，所以众生伊就是唔嘛，亲像咱做咱老爸老母的业主同款，唔听话啊。啊，不要要幸福啦！啊，或者慈悲，不要要想啊。但是你不管会晓想，不要想，伊就是啊，时时刻刻拢甲咱念念，时时刻刻拢装的淡然啊。你当时甲我念，我当时就甲你到啊。所以哦，咱也要甲念佛啊。药医生，啊，金花丸、东花丸，医花丸、金花丸、东花丸，药医生、药金生、药东生。或者是在准备，你随时跟我念，我随时跟你读，啊，在众生，你无论你外古痴无紧，因时因地也要跟我念，我就是要跟你读。所以咱学佛了，就是对这有气啊，咱用这款心来念佛，一定就相应啊。咱就接着暂时讲个这啊，到最后你就阿弥陀佛。